拜忍者，為了尋找西方演嘅僵尸長生不老之谜，特意回到過去。可惜時光機出錯，意外咁翻到去中國古時。咁樣一錯，反而揭開咗忍者長久以來身份之谜，發生咗一幕又一幕匪夷所思、驚心動魄、耐人尋味嘅驚喜。
左至右。
我哋嘅表演者将会喺台前同各位拍照留念，请按照工作人员指示到台前排队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